怎么样？司机女士啊，就躺到前面。刚才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啊，死者头被割掉了，无头女士啊。对，从颈部被切开，照躺的就是一具尸身，没有头。后面快点，快点了啊！快点！哎呀，这下麻烦大了。看样子呀，凶手不想让我们很快查清死者的身份。这附近我们都仔细检查过。没有发现其他什么疑突物。尸体是两个孩子发现的。对的，我们已经派人到孩子家做仔细了解去。这儿肯定不是杀人第一现场，是抛尸现场。对，对的。对，老六，来。尸体没怎么腐烂。嗯，基本没有什么腐烂。那你赶快进行尸体解剖，尽快搞清楚尸体的身高、年龄，还有死亡原因和死亡时间。没问题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今天晚上就会有结果。现场勘查的情况就是这样，可以说啊，基本上没有提取到什么有价值的物品。老六，你把尸体解剖的结果跟大伙说说。好。在荷塘边发现的是一具无头女尸，死者是名年轻女性，年龄大约在18至30岁之间，未生育，身高大约在1米62至1米65，死亡时间距今大约在48小时以内。好，大家把尸表特征都记录的详细一点，以被死者家属认尸的时候参考用。老刘，在尸体不要急着火化，先送到冷库冷藏。好。死者的双手和身体多处有皮下淤血，分析可能在反抗时遭到了罪犯的强压所致。经过解剖，初步可以判断为窒息死亡。有没有遭到强奸的痕迹？没有。那好，那就是说可以排除奸杀的可能了。我认为基本可以排除，至少罪犯没有对死者成功的实施强奸。你接着说吧。从胃内容检验分析，死者遇害前2小时内曾经吃过海鲜，喝过葡萄酒。至于所吃的食物是否有毒，目前正在检验，暂时还不清楚。还有一点，请大家在调查死者的身份时注意，死者的左手小臂内侧有一颗比较明显的黑痣。什么？死者的左手小臂内侧有一颗比较明显的黑痣，这一点很重要，大家都记清楚了。凶手把死者的头部割去，目的很明确，就是想让咱们很难查清死者的身份。但是凶手这么做，恰恰说明了两个问题：第一，凶手和死者之间可能有着比较明显的利害关系，也就是说，
咱们一旦查清死者的身份，凶手就有可能原形毕露。第二，这起案子肯定不是流窜犯干的，因为流窜犯没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毁尸灭迹。因此我推断，死者是本市的，凶手也是本市的。因此咱们要从查找尸源作为突破口。小王，对，你根据死者的特征尽快起草一份协查通报，将本案的情况通报给各个派出所和相关的业务部门，请他们协助查找近一个星期失踪或者突然去向不明的年轻女性。是。大家都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好，尽快查明死者身份，行动吧。是。妈，都在这里玩呢。哎呦，小孙你好。哎，好，说请坐，请坐。你上次到派出所说你女儿出走了，是不是？回来了，住在同学家里。哦，回来了。哦，那好，那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不过回来应该让我们知道一下嘛，你说是不是？是的。嗯，那回来就好。非常对不起了。没事没事，那我先走了哦。哦，好的，再见再见啊。再见。好。哎，大姐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来来来来来，是不是我女儿出事儿了？大姐，你女儿已经出走了三天，也不向我们报告，还是居委会的沈大妈向我们反映，我们这才找到你啊。哎呀，这几天我正琢磨着要不要给你们报告。我女儿出去的那天，给我留了一张条。她说在家里闷得慌，出去走走。我想都二十几岁的人了，不会出什么大事儿吧？所以我就没报案呐，所长，是不是我女儿真的出事儿了？大姐，你别着急啊，你女儿今年几岁了？二十岁的生日刚过。那么她最近没遇到不顺心的事儿，怎么会出走啊？她高中一毕业就没考上大学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，这不，刚刚找到一家公司做个临时工，又给她下岗了。这几天啊，他在家里整天愁眉苦脸的，我们做父母的也没多大能耐，也帮不了他的忙。大姐，你别着急啊，出事的也不一定是你女儿啊。什么？真的有人出事儿？哎呀，那我可怎么办呢？大姐，大姐，你别着急啊，你女儿的手臂内侧是不是有什么明显的特征啊？没有啊，你再想想，是不是有一个黑字？没有，肯定没有的。这样吧，大姐，出事的不会是你女儿，你把情况向小陈讲一下，回家等你女儿好消息吧。什么？不是我女儿啊？至少现在还没出事的消息。回去以后啊，有新的情况，及时向我们联系啊。那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。林队长，老刘，化验报告出来了。是的。死者胃里食物经过化验，没有任何毒素和麻醉品存在。嗯，所以死者被害时应该是清醒的，甚至还有过反抗。这一点从身体各部位的淤血程度也可以得到印证。嗯，说。队长，有个线索值得重点核实一下。什么线索？从目前汇总的情况看。全市共有六名年轻女性失踪，符合身体条件的有两名，一个叫秦苗，26岁，身高1米63，未婚，是恒信实业公司的总经理秘书，两天前失踪的，还有一个叫胡小芳，22岁，身高1米65，原来是立新电器公司职员，后来辞职了，也是两天前失踪的，哎。据说啊，这两个人都和恒星实业公司的总裁娄行关系暧昧。但是可是奇怪的是，当派出所的人到公司去找娄行核实情况的时候，公司的人都说已经有两天没有见着娄行了，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有点巧啊。
是的，派出所的人也觉得这条线索很重要，你看还在上面做了记号。秦苗、胡小芳，这俩女的跟娄星云都有暧昧关系啊。是的，这事儿啊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，公司里的人都知道。这个娄星云的老婆呢，她专门为此事找人打过这两个女的，这个事儿派出所有档案记录。这里面恐怕有问题，赶紧找人辨认尸体吧。一般的人好像没法辨认。你说没有头是吧？对，没关系，咱们可以找和死者有过亲密接触的人，从死者的体态特征来辨认。秦苗、胡小芳有没有亲人在本市？这两个女的都是外地人。哎，不过这个秦苗以前的男朋友在本市。以前的男朋友？两人曾经谈过恋爱。叫什么呀？姓丁，叫丁亮。丁亮，对。通知他，让他来协助咱们辨认一下尸体。即使是排除，也是进展。已经通知下去了。按说，也快到了。来吧，麻烦你帮我们辨认一下。别那么紧张。没事，先看看。对不起，我认不出来，真的。哎呀，别这么害怕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他要是你女朋友的话，这双手你肯定拉了无数次，应该很熟悉。来，你看看，是不是那双你熟悉的手？把你推到楼老板里边去，你叫我向你父母怎么交代？你可以确定，这就是你女朋友秦苗，是吗？她是我的女朋友，我不会认错。我们从小青梅竹马，一块上学，一块长大。她手臂上确实有颗黑痣，错不了。那好，咱们去办公室聊聊，好吗？走吧，走吧。喝口水。谢谢。丁亮，给我们提供一些秦苗的近况吧。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。很久没见面了。是。我们分手了。也能很好的保护他。有多久没见过面了？
快一年了吧。我们一块儿上学，一块儿分配在恒信公司做事。公司老板娄新云看上了秦淼，把我赶出来了。打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秦淼。据说，秦淼是被娄新云包养起来的。那就和我们说一些你知道的秦淼的情况，好吧？好的。我和秦淼都是从安徽来的，从小青梅竹马，上了同一所中学，有的分配在恒信公司做事。开始一切都很好，可是渐渐的，我就觉得秦淼在故意的疏远我。一开始我不明白，后来我发现了，是公司老板娄新云在作怪。他仗着他有几个臭钱，又是公司老板，见秦淼长得年轻漂亮，他就百般勾引他。可秦淼呢，他年轻不懂事，落入陷阱了还不知道。为这个事，我找秦淼谈了很多次，劝他回心转意。可他呢，说他是身不由己，没办法。我就被娄新云赶出来了。看见秦淼了吗？啊，没有，没有。秦淼，秦淼，秦淼不在了。他到哪儿去了？啊，那我知道呀。好，谢谢。秦淼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你们啊！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说，中午秦淼，不去食堂吃饭，我跟他要去见一个客人。你们刚才干嘛了？我们刚才干嘛？我们没干嘛呀。我们这是工作。哎，我说你啊，以后不要随便到我办公室来啊。再说了，这秦淼什么时候该吃饭，什么时候不该吃饭，他自个儿这么大的人了，他自个儿会不知道，用得着你操心吗？娄新云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欺人太甚啊！小高，怎么了？放羊癫疯了？你说我怎么得罪你了啊？我是你的老板。我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要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。我还明摆的告诉你，秦淼工作能力强，有才华，我就看中他，哼，而且我还要重用他。我说你看看你自个儿那副德行啊，你怎么能配得上秦淼呢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跑到这儿来撒泼。好，你说的太好了，你说的太好了。我去你妈！你他妈找我干什么？阿明，阿明，什么事？什么事儿？老板，你他妈站着还干什么？我打！我踹死你！哎呦！见过秦淼了，是的。那天你被他们打得重不重啊？报案了吗？没有。
那天怪我太冲动了，是我先动的手，被他们打了一通之后丢在了街上，后来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等我醒来，我发现已经在医院了，一位好心的过路人把我救了。你也再也没有秦苗的消息了？是的，因为没见到他，不了解他的情况。不过据说娄星云后来又勾引了一个女孩，他老婆知道以后把秦苗和那个女孩都给毒打了一通。你是从哪儿听说娄星云的老婆找人打了秦苗啊？这件事当时闹得很大，很多人都知道。那你对秦苗的死有什么看法？队长，我有个建议，不知道说的对不对。我感觉这件事与娄星云和他老婆肯定有关系，也许是娄星云交了新欢，把秦苗给杀了，或是他老婆醋意大发把秦苗给杀了。我有这种直觉，我认为这件事情肯定和他老婆有关系。你还知道其他什么情况吗？其他情况不知道了。那好吧，那好，就先到这儿，你先回去，别太伤心了。凶手我们一定能查得到的，啊！谢谢，谢谢你，辛苦你们了。谢谢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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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再见啊！刘姑。娄星云包着两个二奶，其中一个现在死了，他自己和另外一个又失踪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娄星云的老婆在不在？他老婆在家倒像个没事人似的，我觉得呀，他老婆的嫌疑更大。好，那咱们就先查查这个老板娘，你看怎么个弄法？正面接触，传他。是，我马上去。您是？我是他们家保姆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罗老板在家吗？他不在，你们到公司去看看吧，他好几天都没回来了。哦，那他太太在家吗？嗯，他太太在家，不过正在休息。哦，那好，麻烦您开一下门，我们找他了解点情况。那好，您请进。有件事呢，我们想请他了解一下。什么事儿？哎，大妈，您在他们家做了几年了？哦，做了好几年了。不过呢，前一阵子我回老家了，我女儿呢为我生了一个大胖孙儿，没办法，我请了个把月的假回家照顾他们娘儿俩。这不是昨天才回来，您喝点水。他们家孩子多大了？去上学了吧？您这同志，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他们俩还没孩子呢，这不是两口就为这事儿还吵架呢。哦，叫我有什么事情吗？你是娄星云妻子？是的，我叫方红。哦，有件事我们想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什么事？
能不能在这里说？按规定，请你回公安局接受询问，这是传唤证，请你签个字。这是我们大队长林峰，你请坐。坐。你是娄星云的妻子。是的，我叫方红。娄星云是不是出事了？不，今天是我们想找你谈谈。找我谈谈？我什么事都不知道啊。你想知道？我们找你谈什么事儿？不知道。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你老公呢？我不知道，这两天我也在找他，可是一直都没找到他。是不是娄星云真的出事了？城北郊外发现一具女尸，你知道吧？知道啊，电视和报纸上这两天都在说这个事儿，我看见了。就这件事儿。你想跟我们说点什么吗？这事，我能跟你们说什么呢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虽然女尸的头被割掉了，但她的身份，我们还是查出来了。她是谁？她的公开身份是恒信公司的老总秘书，实际上她是你老公的情人，她的名字叫秦苗。大队长。你是不是怀疑我杀了人呢？我怎么敢杀人呢？如果你们真的要查出我杀了人，我宁愿千刀万剐。你那么激动干嘛？你怎么知道我们就怀疑你杀人了？啊？我恨那两个狐狸精，更恨我的丈夫不争气。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的不说，还正儿八经的包起了二奶，一个不够，还养两个。大队长，你说我这样做老婆的，该怎么活呀？但是你曾经找人打过他们，对吧？是的。娄星云提出向我离婚，我不同意，我就去找那两个狐狸精谈一谈，希望他们能醒悟，能主动的离开娄星云。可是他们都不答应，我气不过，我就找了两个人教训了他们一顿。大队长，我知道打人不对，可是我真的没有杀人呢。好了，25号那天你在干嘛？25号。今天是28号，就是大前天。哦，我在表姐家打牌。还有谁啊？还有。不对，我跟小姐妹在阳光茶楼，对，在阳光茶楼喝茶。你到底在哪儿啊？想不起来了。大前天的事儿，你全忘了？我真的想不起来了，反正我没有杀人。Thank you.
你觉得刚才方红的反应怎么样？还吃不吃？我感觉他好像说话吞吞吐吐的，好像在故意隐瞒着什么，但总体感觉他不像杀过人的。说呢？那他在隐瞒什么呢？说不准。我看用别的方法可能会更奏效一点。什么方法？欲擒故纵。你是说让他先回去，然后？对。你带几个人，24小时监视。好的。警察，干嘛呢？这什么东西？看看。方红，这下你还有什么话好讲？反正我也是跳进黄河，洗不清。跟我们回去，走。铐上。带走。队长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队长，你真的要相信我，我没杀人。这皮鞋是谁的？是我的。那好，你给我解释一下这皮鞋怎么回事，这上面红颜色是什么东西，你为什么要在晚上偷偷摸摸的把它给埋了？哎呀，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队长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那尸体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只要实事求是，有什么说不清楚的？队长，你能不能把手铐打开？我难受死了。现在给你打开很容易，方红。你要是不老实、不说实话的话，就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。我说，很可能就不像现在戴手铐那么简单了，知道吗？我说，我全说。我原来想，反正我没杀人，把鞋埋了，那就算了。可是没想到，小梁，把它解开。倒了八辈子霉了。这双皮鞋上沾的血是这样的。那天晚上我从表姐家打麻将回来，
家里有人还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哎呀，我还当什么事儿？是不是娄星云回来了？那个没良心的，我深更半夜不会回来的，不是不是。那是不是你家的保姆从老家回来了？也不是，是死人。什么？死人在哪儿呢？在花园里。那我不小心还踩了他一脚。赶紧打电话报案呐！别急别急啊。那么来，你先坐下，你想想，如果是外人的话，怎么会躺在你花园里呢？是不是娄星云喝醉了酒，摔倒在那儿？哎呀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赶紧给他送到医院才对呀！是啊，不会呀，娄星云一般是不会喝酒的，是不是真是他？哎呀，我怎么知道呢？我也没有看见。我的意思是先去看看再说，看清楚了再去报案也不迟。那也好，表姐夫，那我们快走。姐夫，你先去看看。哎，灯关，就咱们墙的柱子上面。我刚才没有开灯，你先开了灯，看清楚点啊。哦，好。呀，怕什么？你先进去。你们带我后面就是了。哎呀，你先进去。开关在哪儿呢？哎呀，就在边上。摸不到。哦，摸到了。进来呀，进来呀！你说在哪儿啊？哎呀，你先进去看看，就在里边。哦，在哪儿啊？没有啊。哎呀，就在路的中间。看到了没？扯淡！在哪儿啊？什么都没有。没有。我明明看见就在这儿的，怎么会没有的呢？你呀，寻我们开心呢？真的，我还给他绊了一脚呢，怎么一会儿就没了呢？见鬼了！我看你呀，是看花了眼了。怎么会呢？明明就在这儿的。在哪儿？表姐，我要跟你们回去睡，我不在家睡了。你呀，你看这么大个人了，还这么娇气。行了行了，今天啊就睡我们家吧。我啊不知道你啊还搞出什么名堂来耍我们呢。走吧走吧，谁耍你们了？谁敢呢？等一下，我去换双鞋啊。这就是你这双带有血的鞋的来历啊！是的。你看清楚尸体了？当时因为没有开灯，我隐隐约约看到有一个人躺在地上。我把表姐他们叫过来时，什么也没了。他们还说我看花了眼，所以我也拿不定主意。可你这双鞋上……明明沾有血迹啊！真是见了鬼了，我也不知道这种事情是怎么搞的。你为什么没报案，还想把鞋偷偷摸摸的给埋了？当时我想，是不是我出去的时候急，没关了花园的门，邻居家的狗或者什么东西跑进了花园睡着了，给我不小心踩了一脚。反正当时也没搞清楚，所以也就没有报案。后来看见电视里说有无头女尸，我怕出事情，就到花园里边用水把地上的血全都冲干净了，又怕这双鞋带来麻烦，我就悄悄的
双红，如果你是在编故事给我们听，后果你应该知道。队长，我说的全都是实话，要是有一句假话，你们就……好了，这很简单，我们一查就清楚了。我问你，你丈夫娄星云这几天上哪儿去了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平时我也管不住他，我们都是各管各的。前两天公司来人打电话找他，说他好几天没到公司去了，这我才知道。你觉得他会去哪儿啊？不知道。丈夫失踪了，你也一点不着急，也不报案。他以前经常是出去几天，都不见人影，也不给我来个电话，谁知道他去干什么去了？我都习惯了。方红，在案子还没有查清楚之前，要委屈你几天。是不是要把我关起来啊？你的人身自由，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限制。好好配合我。等待，让我一次一次的面对，冷冷的寂寞，独自体会。点点滴滴的往事，从从容容的翻开，真心付出的日子难追回。淡淡的忧，淡淡的愁，淡淡的泪水悄悄流。